大家好，我是小艾。你怎么认识她的？她就是让我一见钟情的女孩。真的？没事，你别紧张，回答我们的问题就行了。刘峰，别那么严肃，像审犯人似的。你有没有男朋友？你们谁订的地方呀？真是的，鞋跟都走断了，昨天刚买的，烦死了。你就是小艾，穿的什么呀？你不热吗？大家能够认识就是缘分，既然你是我们的一份子，我们也想多了解你一下。你就多讲讲你自己，比如说什么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。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朋友。其实我挺羡慕娜娜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她有一个像你这么优秀的男朋友啊。谁说的？娜娜说的吗？小艾，你相信一见钟情吗？我是第一次有这种感觉。我一直以为这辈子我只爱羽毛球，可是现在我遇到了我心爱的女人。对不起，洪瑞，我和娜娜是好朋友。